问我有几开，谁卖我拢知呢？这是代表传统甲娱乐的台湾布袋戏。透过文件，让戏人啊看到像人同款，这嘛是台湾的布袋戏，保留传统嘛持续创新。台湾布袋戏会行出什么款新的剧本呢？奉献奉献，宛如转刀是转天，两军心思做满地，将阿父母换兵天。台湾布袋戏经典的人物苏焕珍，搁一届出现伫咧大荧幕。这个电影要用苏焕珍身世之谜来吸引戏迷。苏焕珍，你还是不输，请你来。福林好尾黄家第四代黄文德甲黄文章，延续因阿公黄海岱甲因老爸黄俊雄的手路，这个编剧是真出色，人拢讲伊是实技师。我的心情是非常亢奋哈啊，就是血脉喷张，好像啊，我一个开始要来啊，冲冲冲啊！你，另外一个人家合作八音在主，角色是爸爸款，讲到配音是绝对可以袂倒。霹雳系列里面的角色全部都算了，包括路人甲、路人乙都是。在霹雳布袋戏团分离的录影棚，要让布袋戏红仔像活跳跳的人同款来演出，是真大工程。灯光、摄影，还有做各种道具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负责无同的工课，每一个镜头拢干那翕一个动作，再个剪接起来，要用不少时间嘛，真够工。布袋戏，人会感觉好看，就是因为伊有一挂足自然的动作，自然的形态在做。当然啊，阮嘛是需要动画来辅助，讲有诶物件咱做袂着，比如飞去空中，也是讲要做金光强强棍，个你会感觉迄款的享受，咱来看好莱坞电影同款。小拍戏要近距离翕手的动作，都要换机关手。若有着想搭配剧情，伫边啊美术组的工作人员都会随做加工。做主角的戏红啊，若无细字都会歹去，都爱赶紧送急诊来处理。啊，你咩处理？两下。对啊，不是用黏的。急救完成，下趟阁出镜啊。对。把传统的布袋戏变作一种文化创意，吴文章甲吴文德对时代进步一直加入新的元素。唔呐，戏红啊的面膜啊，清擦甲装擦是不哩啊讲究。动画特效也搁较进步。因老爸黄俊雄伫1958年，甲《西游记》迄作是台湾头一出布袋戏电影。也若拍着布袋戏，是伫2000年挑战大荧幕。场景又甲布瓜来翕，也搁找歌手伍佰来唱主题曲。相关的商品、线条游戏，招招拢有，把营销的价值发挥到上紧绷。今年胜者团赛的票房有超过台票1.5亿，比同期《反骨总动员》第二集还佫较前，把台湾布袋戏杀起哩全新的局面。胜者团赛要上映之前的半年，都要当921大地震啦。第一个时阵。我们还有能够维持到上亿的票房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。因为我们做这个布袋戏的推广是有一定的一个时序的，是讲我们一直要再走下去。无染之心是万雀的母源，也是大地之母。2015年，票道国推出 3D 布袋戏结合动漫的电影《奇人秘密高楼布之谜》。张默，我想你是为无染之心而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故人张骞的后代，我知道会有这一天。讲华语，主角嘛是新的创作。伊当阵这出电影由黄文章因后生黄良芬做编剧，
不过票房煞无像《圣石传说》的成绩遐好，予伊感觉有真大压力。虽然票房不好，被骂得很惨，但其实有一些映后的场次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有家长啊带着小朋友，他跑过来特别感谢我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做了前面嘛，终于他的小朋友看得懂布袋戏，然后他可以跟他一起看。”那我就觉得、欸、很值得，然后也意识到就是说，其实台湾文化的传承是需要让下一代人也喜欢，然后让他们参与进来。迄个时阵，黄良芬才30岁，有组乐团、耍音乐，嘛看日本动漫，用少年人的角度来思考霹雳这个30年的老牌子，会当做什么款的创新呢？参加台北动漫展览的时阵，日本动漫剧作家喜彦贤来看展览，促成合作的机会。在2016年推出《奇幻武侠布袋戏·东离剑游记》。己涼風切刃、またしても！ああ、いや、久々にお前の高笑いを聞いたら嬉し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ね。就是与配音讲故事的方式，或是讲故事的主题，其实跟原本 PE 系不大一样，是有动漫的元素融合进来，所以引起了一个新的观众进来。新的观众不是说走在日本或中国大陆，就是说在台湾也很多，就是年轻人新的观众进来，对啊，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很算是蛮成功的尝试。2019年。黄良芬正式甲霹雳国际多媒体总经理的职务接落来，伊想问黄正佳做品牌总监，为了发展相关的商品，为了要甲布袋戏甲观众牵绊话来，嘛改变布袋戏过去较文言讲话方式，会掺几句流行语，配角的风格也变较多元，可比 hip hop 英语拢会用滴，搁较特别的是配音的部分，因设立声音团队。用多人配音的方式挑战布袋戏演过一个人配音的传统。一般人配金贵生，他可能就是用一个鼻音，就说：“嗯，伊不是人，我跟你讲，走去倒位。”好，那其实，文哲大师他的金贵生的鼻音是从鼻孔这边直接出来的，哦，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用：“哎呦，伊不是人，你怎么走去倒位？”我今麦配角色有七六零。三连永退拿经理，希望在台语配音上面有一些新的突破跟创造。1980年代，五家兄弟啊，甲电视布袋戏开店，转做租人录影带的市场。2013年，头一届甲便利商店合作，改做发行 DVD， 到达已经第5代啊，唔呐拍电影。也搁伫个国际串流平台播出，无论是伫个内容或者是行销方式，拢已经甲传统的布袋戏有真大无同啊。PE 的 IP 其实是玄幻武侠这个类别里面的金庸，其实真的一点都不为过，一直用布袋戏去演，所以可能没有这么多人有意识到这件事情。那未来当然就透过更多元的一个表演形式，让我们的 IP 的这样影响力可以再扩大一点，所以让大家知道哦。台湾其实有这么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长篇的玄幻武侠的 IP。有人感觉讲，霹雳布袋戏早都唔是布袋戏，不过台湾布袋戏有真济路线，不妨合作是台湾通少年布袋戏赛的郭建武，创立不二五剧，都是用传统布袋戏的形式来经营。啊，脚真酸，正拄好，啊，才有一块石头，啊，无好啦。坐一下好啊！哎呦，哇、啊，那碰玉同款真舒适。嘿嘿，美姐。郭建富当地排练新的戏《三人成虎》，剧情改编日本的神仙故事，趣味剧情内底要展现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关系，内底还佫加入类似一个人的拔喙筋。为日本江户时代来的传统技艺，合作乐器。哎，都说这个啊，民不聊生，哎，种什么不得什么。哎呀，是兔子，哎，吓死我了。在《三人成虎》里面的话，我的角色是扮演是绘师，即席绘画的一个部分。绘师写大字的表演，也做回一批剧场演出，
让观众一次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艺术表演。中江小龙推荐龙，郭建富从国校就很迷布袋戏，为了要学布袋戏，他大学去读夜间部，就是为了日时可以跟在布袋戏专才陈锡宏的分数边，把布袋戏的基础打好在。这布袋戏吼是安尼，就内面包含雕刻啦、画彩啦、吼彩虹啦、吼啊个赤绣啦、吼啊个包含文学、音乐、吼等等，迄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。布袋戏真正的基础，吼即个动作个技术拢有保留，但是我会当落去发挥新的题材、题目，吼啊落去来做一个新的风格物件。家己穿布袋戏红的衫，嘛会晓画戏红的面貌啊，甲表情。伫创作的过程，郭建富持续研究衫顶悬车的图代表意义。这领叫做龙袍，因为咧中央有一尾龙伫遐。但是正戏剧的咱讲的叫蟒袍，五鸟是龙，四鸟是蟒。所以无同款，所以这是一般较早五鸟只有皇帝会当穿，民间袂当做五鸟的，不会抬头。快乐先生，快乐先生，哇啊，真拄好啊，我古锥的。哎呦，快乐先生啊，拄好拄着你，你敢会当帮我一个代志？什么代志？2012年，郭建富才大学三年，就勇敢成立舞剧团。在布袋戏的表演基础以外，也结合其他的表演艺术来做演出。亲像在2021年，甲台北爱乐歌剧坊合作，有交响乐团、毛歌剧，佮加上台语的口白，演出莫扎特的音乐剧《可爱的牧羊女》。另外一个作品《爱山行》是跟国际舞剧的导演罗宾合作，加入民歌、光影，也佮有歌戏，来演出700多年前宋朝的故事。咱会当看无讲话，用动作代表，你嘛会当来欣赏这个传统的开口。咱台湾遐侪人听歌剧，听这个意大利的话，还是讲西班牙话，大家嘛听无，但是听较欢喜噶。你就当作是迄个开口，迄个气氛哦，听这个艺术。郭建富甲黄良芬拢是30-40岁一代。布袋戏在台湾发展超过200年历史，新世代用因时代眼光，继续在找找什么是传统甲创新。这物件本来就是活的，所以伊会一直在改变。阮即马的创新，未来会当作是传统的物件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这个无矛盾。创新我觉得是相对容易的事情，比较没有包袱。但我觉得PE 的内容要把它做到，就是年轻人可以看得懂或喜欢，我倒觉得是很有挑战性。PIP 可以走这条路，不要像漫威。吴文忠做布袋戏已经超过40年，对他来讲，有更加大的理想。我希望未来的布袋戏呢，变成一个全貌的一个主流表演艺术产业，因为呢。我的认为，五唯一跟独特就是最大的竞争力。身为一个布袋戏推广的人，绝对袂使放弃任何会当让布袋戏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。台湾的传统戏曲，在1980年代，就大量勇敢创新，
持续演变，希望得到更多市场和观众的呼声，尤其是以台语发音的布袋戏，在台语渐渐流失的现代，要更加打拼来开创新局。